jungle. Audio Jungle. 原标题：屠夫天天杀猪，最终上了天堂。和尚天天念经，却下了地狱毒食。一从前，一个和尚跟一个屠夫是好友。和尚每天早起念经，而屠夫天天要起来杀猪。为了不耽误工作，他们约定早上互相叫对方起床。多年以后，和尚与屠夫相继去世了，屠夫去上天堂了，而和尚却下地狱了。 Why？ 因为屠夫天天做善事，叫和尚起来念经，相反的，和尚天天叫屠夫起来杀生。你做的东西是不是都是你认为对的，却不一定是对的？如果方向错了，每走一步就离深渊更近一步，这就要求我们及时反省并改正自己的错误，这是儒家思想里的光辉传统。颜回退而省其思，曾子每日三省其身，朱熹、王阳明、曾国藩更是推崇通过静坐来反思反省自己的过错。故事里的和尚如果能够反思反省，一定会察觉到自己的过错，可惜他只是念经修行，却忽略了最重要的自我反省。二，很久以前，人类还赤着双脚走路，有一位国王到偏远的乡间旅行，因为路面崎岖不平，很多碎石头刺得他的脚又痛又麻。回到王宫后，他下了一道命令，要将国内的所有道路都铺上一层牛皮。他认为这样做不只是为自己，还可造福他的人民，让大家走路时不再受刺痛之苦。但即使杀尽国内所有的牛，也筹措不到足够的皮革，而所花费的金钱、动用的人力更不知凡几。虽然根本做不到，甚至还相当愚蠢，但因为是国王的命令，大家也只能摇头叹息。一位聪明的仆人大胆向国王提出谏言：国王啊，为什么您要劳师动众，牺牲那么多头牛，花费那么多金钱呢？您何不只用两小片牛皮包住您的脚呢？国王听了很惊讶，但也当下领悟，于是立刻收回成命，改采这个建议。据说这就是皮鞋的由来。想改变世界很难，要改变自己则较为容易。如果你希望看到世界改变，那么第一个必须改变的就是自己。心若改变，态度就会改变，态度改变，习惯就改变，习惯改变，人生就会改变。有人问王阳明，程颐认为一草一木一皆有理，不可不察，这个看法对吗？王阳明说，对于我来说却没有这闲功夫，你且先去涵养自己的性情，只有穷尽了人之本性，然后才能穷尽物之本性。王阳明认为，一个人应该先去做最能提升自己、促进人格完善的事，而不应该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那些无关的琐事上。最重要的是，人要先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本性，充分发挥他个人的智慧，才能够充分认识到万物的规律，从而应用这些规律来做好每一件事。一个人要先改变自己，进而才能改变外在的世界。面对不如意的外界环境，我们通常就是愤愤不平，怨天尤人，牢骚满腹，抱怨自己的不幸命运，抱怨社会的不公平。殊不知，这样的结果只是白白的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了无用的地方，而丝毫无助于自己人生境界的提升。每天我们可以问自己两个问题：我的今天是不是比昨天有进步？我的今天是不是比昨天有收获？我们不必要求自己一天就变好，但我们可以每天改变一点点，每天进步一点点，时间久了，我们就会变得更加优秀。三，有位年轻人进京赶考，下榻在一个旅店。考试前两天，他做了三个梦。第一个梦是梦到自己在墙上种白菜，第二个梦是下雨天，他带了斗笠还打伞，第三个梦是梦到跟心爱的表妹脱光了衣服躺在一起，但是背靠着背。这三个梦似有深意。秀才第二天就找算命的解梦，算命先生一听连拍大腿说，你还是回家吧，你想想，搞墙上种菜不是白费劲吗？带斗笠打雨伞不是多此一举吗？跟表妹都脱光了躺在一张床上了，却背靠背，不是没戏吗？秀才一听
心灰意冷，回店收拾包袱准备回家。店老板非常奇怪，问：不是明天才考试吗？今天你怎么就回乡了？秀才如此这般说了一番，店老板乐了，哟，我也会解闷的，我倒觉得你这次一定要留下来。你想想，墙上种菜不是高种吗？戴斗笠打伞不是说明你这次有备无患吗？跟你表妹脱光了背靠靠躺在床上，不是说明你翻身的时候就要到了吗？年轻人一听更有道理，于是精神振奋的参加考试，居然中了个探花。积极的人像太阳，照到哪里哪里亮，消极的人像月亮，初一十五不一样。人生的态度决定我们的生活，有什么样的态度就有什么样的未来。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很重要，和正能量的人在一起，久而久之你会乐观开朗，积极向上，反之你会不知不觉地变得消极起来，失去原本属于你的快乐和未来。所以孔子说，损者三友，益者三友，在一起三个字决定了多少人的命运。有选择的和身边的人相处，通过正能量朋友这扇门，看到更多壮阔的风景，摒弃自卑沮丧消极。和有正能量的人在一起，一边吸收正能量，一边释放正能量，希望之间生命和